你看到对方有很多的缺点，很多的问题，你觉得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当做没看到，当做没看到是这样子啊，就说你不要没有事情的时候去数落他，不好。你等这两个人啊正在讲的正起劲的时候，然后你把想到他的问题，你就把话题转到你想跟他沟通他的问题，然后。与其你说他要改变，你不如说你期待会怎么样怎么样。比如说，对不对？他把家里搞得很乱，是不是？那你刚刚说你期待，是不是？我每一天都像到旅馆一样这么样干净清洁。哎，你讲别的他可能听不懂。哎，你讲他这个 keyword 休假旅馆，是不是？造成他某一种的联想，就可能他也愿意跟你配合。那是不是这样子试就有效？那你要做实验，所以这些东西就没办法一起教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。重点是结果论，能够改变才是事实。那你平常呢，那就是你的乐趣，对不对？你一直在换话题，有没有？你会变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你的思维各种可能性都在训练中。所以以后我们超马学员。不管到世界哪个角度，人家会觉得我们超马学员都很聪明，都这个反应力很快，是不是？然后能言善道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应该好了哈，比现在好嘛，对不对？总是有进步，好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能够在一起生活。总是要全部都合乎心意也很难，是不是？那只能看该怎么办，就看着怎么见招拆招，是不是？迎向未来，是不是？这个挑战与否，这个难易度，其实在于你自己怎么出题，你知道吗？这题怎么是我出？对啊，题是自己出。你说明明是他出，怎么是我出？他是因你而出，所以有些东西你可以做善导。所以有时候他出的题目简单一点，是不是？这话讲起来好像有点听不是很懂，你就自己去品味一下我讲的意思。反正相互会共振，会有可能性，这个同步进展，是吧？或者是相悖。但是我们总希望是能够谈在一个话题里，所以你的扮演各种角色就非常重要。好，这个是讲到夫妻啊，你说结婚3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，真的啦，人家不是说嘛，结到最后都是亲情，是不是？没有爱情，亲情就是那一份责任，是不是？那如果都是如此，你也不要太惊讶，所以能够多扳回多一点感觉的爱情，你就赢了，赢一般人了。